我们之前见过吗？或许是在哪一个梦里？安，能不能借用您的怀表看一下时间？茶会已经开始了，白兔先生怎么还没到？再不来，蛋糕和饼干就要被吃光了。我们之前见过吗？或许是在哪一个梦里？嘘，这里是梦里的童话世界。要小声说话，不然就会吵醒那些午睡的花。
好，因为今天也见到你了。搭配之力，成为超强的搭配师吧。午安，能不能借用您的怀表看一下时间？时刻注意周围让你感到奇怪的地方，并且相信你的直觉。茶会已经开始了，白兔先生怎么还没到？再不来，蛋糕和饼干就要被吃光了。不知道该如何决定的时候，我会选择不让自己后悔。怎么确定眼前的世界是真实还是梦境呢？或许捏脸会有用。当我醒来，我就在这里。当我做梦，我就在梦里。那如果我在梦里醒来，我是在这里，还是在梦里？
我们一起提升搭配之力，成为超强的。绅士的身份向你行礼，奇幻而特别的一天即将开始。有时候并不受控，这种东西有时候并不受控。
绅士的身份向你行礼。